我要跟人家马云的那种拼搏和奋斗，我觉得我是比较懒的。他的飞行那比我多多了，我大概一年多的时候300多个小时吧，他好像干到过700-800个小时。我觉得您也不是懒，您也忙，工作模式不是，但是好像您忙的都不务正业，您要不就小学同学聚会了，要不就是酒、这个、那个学喝红酒了。人生活你不能所，我觉得马云可能没你活得潇洒、一样一样，马云的也很潇洒，人家一样会生活。